哥，啊哈，遛弯呢？哎呦我，来活了！啊，体育馆晚会要个女歌，会唱好日子的，给多少钱呢？5万呢？哎呦我，没少给呀！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你放心，这事儿肯定给你安排好啊！你放心，你放心，阿姨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啊，你等着，哎呀，行，没问题啊。完了完了。哎呦我，来活了，5万呢！哎，小月啊，那什么，有个大活啊，体育馆晚会要个女歌，会上好日子的，人家没少给呀，4万呢。赵医生，你把这事儿给我安排好啊，等我听我电话啊。哎呦，哎呦，是吗？哎呀妈，大伙是不？妥，你放心啊，哥，交给我啊，妥，这什么事儿没有事儿啊，我路子宽，好，交给我，好嘞。哎呦我，大伙，喂，光明哥，大伙啊，给你安排一个啊，体育馆啊，晚会儿。要啊，对，要一个女歌啊，会唱好日子的，对，啊，多少钱？2万，别少给吧。妥啊，这事这么定啊，交给你啊，妥啊。兄弟，哎呀，你这事你放哥身上，那不就小菜一碟吗？你，我跟你说，我高看你一眼，知道不？你这选人选对了，啊，你哥手里头几线演员都有，是吧？不要个女歌吗？好了好了，放心吧。差不了事，放心啊！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活儿得好好给安排个人啊，别整岔了。喂，老同学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先别感谢我，啊，我给你找个大活儿，体育馆啊，晚会，你就差那说好日子啊，钱还能差吗？那边给出500啊。啊。你那到点，你赶紧到位，你啊，你别给我整差事了啊！好。哎呀，老同学，你太讲究了，这么大大活500块钱，没少给呀，太够意思了。我当年唱歌那时候就60-70块钱，哎呦啊，你放心啊，你就放心，我这多少年没出山了，我这打打老货底子，我把你这事给你摆溜平溜平的，就凭你这么够意思，你放心，我指定给你演好好的，你放心吧。哎呦。哎呦啊，哎呦啊，小宋啊，哎呦啊，都多少年没见了，你咋还那样的，一点都没变，还那么白。哎呦，哎，你说你咋一点也不见老呢？哎呦，我想你，你会唱歌对不？对呀、啊。你咋这么高兴呢？哎，我刚接一个大活。在哪儿啊？500。在哪儿？体育馆大晚会，就让我唱的好日子。给多少钱？500呢，没少给。哎呦，哎，说没少给够意思啊，太狠了。哎呦，我也挺意外的。你这样啊，你这样，你把那活推了。你把那活推了，没少给你推了干啥？我知道，我哥给你个大惊喜啊！你把那活推了，我给你这些个这些啊，不是4个以里，你就先退了吧。不是，2万退。哎，这不好整，你这你说我一推了，这不
哎妈，这里外不是人吗？这，对，喂，那个什么呢，光明啊，不好意思，老同学，我这对不起你了，我那个什么。我你这活我去不了了，我刚突然发现我怀孕了。那什么，下次下次啊，下次有活的时候你放心，我不要钱，我给你白干啊。哎哎，好了，哎哎哎，不要不要，哎，同学啊，我是不能这么干的，那边不行，那着急用人，你这玩意儿没有，你这要不这不坑人吗？这不是吗？这咋交代呀？这玩意儿啊，那玩意儿这么闹的。我说月啊，出事了。嗯，不是秃噜了，是，哎呀，你可别惹，我给你人找好好的了，那都定完了，都定妥妥的了啊，出车祸了。让车刮一下子，哎妈呀，老惨了，鞋都压扁了。没招，我实在没招，你完你想招吧啊！好了，完了有事再联系啊！好了，不是，哎呦啊，你这不玩我呢吗？不定好下午见面吗？不是，哎，这不是，哎呦啊，咋整啊？喂，宝哥啊，完了，那个女哥原本都定妥去不了了，啊。嗯呐，住院了，是脚气老严重了，啊，是一个脚趾头肿的老大了，大夫说了，说整不好还得剖腹产呢，啊，完了这事你自己想招吧，行不哥？啊，那妥了啊，你自己想啊，哥啊，没事，啊，那行，那好了好了啊，没事，哥以后有活想你们啊，好了，啊，撂了啊，退完了，小宋啊，啊。你说我老不好意思了，你别不好意思，哥给你赔偿了，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？不是，关键我一推了，你说我坐的里外不是人，里外不是人，定金，我线上央行，账还没打到我，我提前预支出去啊。哎呀，你太讲究了。就不管是成与不成，你就拿着。哎，你太讲究了，就我跟你说，我都唱半辈子歌了，我也没挣那么多钱呢。别激动了，不用感谢了。哎妈，太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。我跟你说，还是老感情，啥也别唠了。啥也不唠了。以后我就跟你混，还是老感情。我谢谢你啊。回家开买奶粉去。你放心，你谢谢你啊。是吧？我走了。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喂，人儿单费完了啊，妥妥的，提款，钱都给完了，我啊。黄了，不是老妹儿，这一夜，妈呀！谢谢小宝，还有赵海燕，同时也谢谢我们的助演嘉宾小超越和严光明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